会的直播现场，绝不修音，一镜直拍，黑怕女孩火力全开，让我们有请第一位黑怕女孩。Hello，Hello，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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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耳返里也没有声音，喂 ，OK， 有了，喂，哈 ，Hello， 大家好啊，欢迎在每周三和每周日的晚上黄金。大家好呀，欢迎大家每周三和每周日的晚八点半黄金档来看我们的线上 live 歌友会。那么我是今天的场务加小主持人旺帅帅，下面有请我们的第一位选手小金登场，为大家演唱没有过的路，欢迎。嗯，老师会上。老师来点会上。我可以了，我可以。可以开始了吗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腾讯视频 HipHop 女孩的直播歌友会的现场。我是今天第一个选手，小金。然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歌曲呢，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就是我首演的歌曲《没有过的路》。OK，DJ drop the beat。我现在宣布，我正在走一辈子你没走过的路。他们说我酷，因为不管什么影响我选择不顾。嘿嘿，艰难和险阻，大家期望的成功我一定不辜负。吃苦当吃苦，经验全部读，抛开一切阻挡我做音乐都是福。通过游戏规则参照胜利节奏，全部跟我一起换无防卫自我，终于笑到了结尾。最后一个带着巨大难关，燃烧我的火苗，片刻年少路走，一切伤都不后悔。嘿，天知道我哭了多少次，梦里总是一直耽误我的好多事。现在最熟悉就是字面上我想要表达的意思。想抛开生活带来给自己的痛苦，到底如何才能去开始自我的救赎？凤凰涅槃重生，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光芒终于慢慢照进我的每寸肌肤。来到林子的世界里，忙碌的不知少息。可是，如果你想要赚得更多的，更需要比别人更加努力。当他们还在说我的错，证明着他们就必定会失败。记得我起来 ，rap 归 kitty， 这 rap 从贵州省教你们洗牌。看你们满怀着多情的病，白金有多疑的你，姐姐我看你们出洋相，又看见未来的景，坚定的你永远都逃不出狭隘的井。所以那高峰和丛林的大世界，永远等待的是你。Yeah!快点把笔打开，对我没有大爱，绿灯闪亮 get me fly， 他们唱到累败，唱到唱不回来，让我教你数节拍，把我歌词 flow 都对对 right， 不服气的就来挥挥 right，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就是说的就是你们几个听都没 right， 谢谢。哦，非常感谢我们小金为我们带来的第一首歌曲，下面就让我们的第二位选手。赵大喜，喜姐为大家带来。大喜，喜姐自己报歌名，这歌名太多英文了。然后，
哦，这个麦没开啊，老师。Be who you want to be。OK， 欢迎徐姐来。先让我这个常务小江把这个凳子先搬走。先，徐姐你要凳子不？好的，那我先搬走了。耶耶耶耶。喂喂，老师，我的耳返没有声音呢。耶耶耶耶耶耶，没有，开了。耶耶，有了有了。哎哎哎。Hello， 大家好，我是赵大喜，然后非常开心这次来到黑怕女孩的线上歌友会，然后下面为大家带来一首我新歌《Be Who You Want to Be》。OK，DJ， Let's go。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伴奏可以再大一点，老师。耶耶，哈。哈。耶耶。耶耶。Be who you wanna be。人生不是考试题，这又不是比赛，何必在意到底跑第几？ What you want, what you need, huh, 在你脑子里，除了做自己以外的都消失。 Be who you wanna be， 人生不是考试题，这又不是比赛，何必在意到底跑第几？ What you want, what you need, huh, 在你脑子里，除了做自己以外的都消失。做你自己，你的自信就是最好的饰品，太过自己，这里硝烟弥漫，或战或四起，切在世界欲望像是口径，它深不见底，像小剑影。你可以不相信，但是我不骗你。Yeah, baby, let go， 自己的人生该自己掌控，千万别轻易的被人左右，也不要后悔在失去之后。想要承受，先学承受。我也懂，有时候肩膀太重，错过的梦还有错过的痛，但最终你也会更加优秀。Be who you wanna be。Be who you wanna be, huh? Be who you wanna be, huh? Huh? Be who you wanna be, huh? Be who you wanna be. 人生不是考试题，这又不是比赛，何必在意到底跑第几？ What you want, what you need, huh? 在你脑子里，除了做自己以外的都消失。Do want to do， 不如就现在上路，才会变更加满足。就像老鹰散步，整片天是你版图，没人能把你拦住。加大游戏难度，猎物要全部做主，绝不把自己辜负，不遵从任何人任何的 rule。 灵魂的价值它大过了物质，赛跑的故事都知道谁输了多顺，都不想做到的 truth。 现实里又都在嘲笑的坚持者，说他们固执，那谁能告诉我小乌龟能活成靠什么 push？ Tell me the truthBe who you wanna be. Be who you wanna be. Be who you wanna be. One, two, three. Be who you wanna be. 人生不是考试题，这又不是比赛，何必在意到底跑第几？ What you want, what you need, huh? 在你脑子里，除了做自己以外的。耶耶耶耶！等一下，等一下，徐姐请留步。哎，徐姐，就是你刚刚说这是你的新歌嘛？这首歌，然后就是我们可不可以聊一下这首歌大概讲的是一个什么内容呀？这首歌讲的就是，我觉得我们在生活中，或者是我们在做音乐的时候，有太多的时候会忘记了自己的初心，忘记了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忘记了自己到底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写这首歌的初衷就是想提醒我自己和身边的所有朋友们，不要忘了你自己最初的梦想，不要忘了你最初到底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耶、respect， 耶、因为其实我之前就是有段时间，就是因为我也渐渐忘了我自己想要干什么。你不要笑嘛。就是渐渐忘了自己想要干什么，然后我刚刚听你那首歌的时候就感觉，对啊，我是来做 hiphop 的，我是来做说唱的。耶、OK， 那么徐姐，你知道你后面是哪一位孩子要登场吗？
不知道，给我一点尖叫，告诉我是谁。来，等会儿要上场的那个人，请你嗷一声，嗷。OK， 那我们现在欢迎我们的小胡胡静之给我们带来他的歌曲《The Show》耶耶。Hello， Hello， Hello， 大家好。谢谢王正琴。我是胡景之，小胡，非常开心能够来到这次的黑怕女孩线上歌友会。然后这首歌名字叫做《The Show》真人秀，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真人秀里。然后我们大家都在这个真人秀里找到自己的好朋友，收获了很多故事，也希望你们能跟我们一起，就是大家一起来共筑这个美好的故事。对，有没有凳子？我想，对，搬一下。长，谢谢汪帅帅。来来来，长务小将来了，长务小将来，来来来，这个位置还合适吗？合适合适。哎，好嘞好嘞，哎，好好好。你搬的凳子。哎，好，拜拜。哎，好，拜拜。都有一种爱心的感觉。OK。It's all for show, everybody knows. In this reality show, 认真你就输了。Don't need to be serious, 来保持清醒着。For our roles on the stage, it's not that difficult to stay irrational. It is not part of the play. What about the stars and soul? What about the walks and talks?What about the pictures we took? Don't know if we should get this close and dangerous. Captured by the camera, people watching, cause the story needs us to be professional and act like it's love. All the moments captured by the camera, but a torture goes into my heart. Damn, please don't have a crush. Please don't have a crush. It's all for show.Everybody knows 当你的指尖触碰到我的手 Electricity flows It's all for show Everybody knows It's an open secret、yeah. 当我说不出口如果我是出门我会选择相信In this reality show you're my reality 我笑的语气是的心意想不让我相聚不过是自作多情这该死的想象力那些不经意触碰生活的互动不用戳破那些藏着私心的互动你就是最佳演员而我在越界边缘心中好累呀、啊、只想抱着幻想入梦怎么看不懂你的欲擒故纵偶尔也会主动我好想逃出剧本外只是舍不得有爱是否还会注视我是否还会有我的存在 But I need to know It's the furthest we can ever go 别再往前走 It's all for show Everybody knowsIt's an open secret, yeah 但我不能说出口 When the show is over, maybe you forget me When the show is over, 断绝这份心意 When the show is over, give me a chance 再次介绍自己 We'll leave the screen behind, just you and me 我想你早就识破我的 flip I messed up, 最后再试一次就 quit When the show is over, 可不可以跟我在一起谢谢听个自己搬、啊啊、来来来来来让场务小张来让场务小张来搬这个凳子哎对没有错哎呀刚刚就听完我们小胡演唱了之后呢现在哦还有你在叫我呢现在就要邀请我们的下一位选手带薪休假的带薪马路你话筒刚刚都没有举在嘴上你我呼别人也听不见、哎、其实就是要这种特别自然的感觉哇大家开心吗、哎、大家开心的话就把公屏打在E上哎你真棒哎你今天带来的歌是什么歌
啊，我今天带来的这首歌名字叫做《就位》。嗯，就位，为什么叫就位呢？因为是这样子的，这首歌呢是我想写给我特别喜欢的一个英雄联盟的英雄，叫做九尾妖狐。但是我后来写完之后一想，叫九尾，好像是、啊、好像是写给我们黑怕女孩的其中一位选手一样，所以就改了一个名字叫就位，也挺帅的。嗯，我还以为你是要说写给你喜欢的人呢，结果你是喜欢的，写给你喜欢的是超级英雄的，你这个人不够意思，哎，没有关系嘛。那就听听看你喜欢的那种感觉是如何的。Come on， 好的，耶，好，音乐老师，谢谢，音乐老师，I can see too many girls, they try to copy my style. 温柔杀出鲜活了 I'm on a queen on top. The danger, tell me what you buy. I am the hot star. If those girls they chill, they play another round. 这可爱迷人真配角色本意并没有想故意的勾引你做我的礼物。I know you like me, too late for mercy. You play to play with me, better be sure you know the game. Tell me a secret, you're trying to taste it. Don't you trust me, you're trying to taste it.How tempting, you're trying to taste it 快向我走近 Don't hold back Tell me a secret, you're trying to taste it Don't you trust me, you're trying to taste it How tempting, you're trying to taste it The time, it's over、hey! Come on now, I'm foxy I know what you desire, foxy Let's have some real fun, baby Foxy, foxy, you belong to theI know what you desire Turn away, just to be your mate 别插嘴 stop it, 我不需要销毁 I gotta walk my own way Nothing other than me Make a person rise or stop呼吸频率逐渐点燃了我们焦灼的火药味终于你跳进我怀里正合我意允许你走进我心底我还需要你所有信任耐力都给你给你 One and only my twin play 快做好准备 Tell me a secret you're trying to taste it Don't you trust me you're trying to taste it How tempting you're trying to taste it 快向我走近 Don't hold me Tell me a secret you're trying to taste it Don't you trust me you're trying to taste itHow tempting, you're trying to taste it Playtime, it's over No one will stand in my way 心甘情愿 follow my feet 渴望宠爱不再是秘密 Pull you up, 无法自已就这样我们互相吸引、yeah. I know what you desire I know what you desire, Foxy Let's have some real fun, baby Foxy, Foxy, you belong to the Foxy lady Foxy lady Look, my Foxy lady I know what you desire 谢谢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名字没有瑞雪连大写名字都是 AKA 的瑞雪 Hello Hello 哎，我怎么看不到我自己大家好我是瑞雪没有 AKA 的名字都是大写哎，啊，本来想看一下弹幕好看不见好那么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呢上一把椅子是一首情歌哈哈想不到吧嘿嘿当然不是我的爱情这个讲的是一个故事我需要一个麦架要麦架是不是来在这里本场务来帮你你好像没有什么用这首歌呢叫做 Freak 咳咳咳咳
让我把这个麦给他。好，他怎么有点矮？场务有点矮。哎哎哎哎，场务来了，场务来了，场务来了。等一下啊，让本场务帮你调一下。好，我帮你拿这个。爸爸，你说这不是你的爱情，那是你和我的爱情吗？虽然很想捧场，但是简直想吐。不够高是不是？你要揍我？你要揍我？调整一下角度。我感觉是可以的了。好，那我就拿两只话筒。好了，那本场务就走了，加油，爸爸。两只花筒 ，OK。把耳麦戴上。好，来自 Freak 的爱情，音乐走。哒哒哒。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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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他不习惯我的存在，他总忘记我在等待，他要自由也要陪伴，而我想的太过简单。 Losing control 能怎么办，不如就把翅膀给扯断。人性的弱点不就是灿烂，但爱可以修正所有的遗憾。 He's so sick of my love, He's so sick of my love, He's so sick, He's so sick, He's so sick of my loveHe's so sick of my love, but he's so sick of my love. He's so sick, he's so sick. Oh, he say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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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t off my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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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y. Oh, honey,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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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y, I just want you to stay. Oh, he say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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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t off my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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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y. Oh, honey, hey.Hey, hey, hey, baby, I just want you to stay with me.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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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还要做什么意义，不就是和你永远在一起，善意的提醒不算是陷阱、yeah、抛开过去所有记忆，给你想要的东西，封闭的秘密再也不用小心翼翼，我会保护着你，再也不会分离，让我变成了你，再也不会分离。He's so sick of my love, He's so sick of my love, He's so sick, He's so sick, He's so sick of my loveHe's so sick of my love, He's so sick of my love, He's so sick, He's so sick. Oh, he say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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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t off my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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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y. Oh, honey,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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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y, I just want you to stay. Oh, he say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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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t off my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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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y. Oh, honey, hey.Hey, hey, hey, baby, I just want you to stay. Oh, he say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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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t off my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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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y. Oh, honey,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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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y, I just want you to stay. Oh, he say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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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t off my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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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y. Oh, honey,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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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y, I just want you to stay with me. Whoa!来点掌声鼓励！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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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爸爸真帅！等会儿正好我自己下道具。嗯，好好的，让本哎哦哦，你这个还要啊？今天真是合家欢乐呢！今天真是你要不要跟我聊一聊天呀？好呀，爸爸。哎，我不愿意走。哎，下一位同学等一等。
对，我们其实不太想让下一位同学上场。是的是的。为什么要他上场呢？好烦。你想要上场的话就必须要说一句你的真心话。对，是的。在这个厂牌里面除了你以外，是不是我和望江琴都还挺聪明？确实。哎，他的麦快给他快把他麦开开，这句话必须要能听到。对，是的。啊，对对对，确实。什么确实？对，确实。你要说爸爸和哥哥是最聪明的。对，快说。哎呀，不要强人所难嘛。那你就别上场了，来欢迎他的下面一位选手。这位选手是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的麦都不怼嘴上，咋听得见你说话呢？我可以承认爸爸是聪明的，但是你还是要有待考察的。真的吗？对的。那可以了。汪帅帅，你自己在场上尴尬哦，你也要啊、哦？不好意思，再给他搬回来。好的吧。主要是想健身了。哎，真的是。那我们接下来就欢迎我们这个黑怕女孩的下一位选手。这位选手的名字叫做嘉玲，欢迎她给大家带来的一首歌叫做《浪与浪与浪》。浪与浪。Welcome。Woo。Hello。你怎么走得这么快？让我坐上来。来，那今天呢，对，大家好，我是来自果汁火焰和 Staff Only 的2020，然后今天给大家来展现一下不一样的焦20。对的，就是你们没有见过的焦20， OK 吗？然后老师那个预设麻烦给我一下，谢谢。Okay, let's get it. Three car roost down in the summer night. But I don't got a feeling, God. The sun goes down when the party's gone. Let's keep it jumping.气氛刚好，呜，来讯号，呜，跟我一起到海岸线的另一端去寻找，心情美妙，呜，我不乱掉，哎，那些东西跟不在一条，冰冰不把它冰冰的飞，的飞，如果去。Boy， 不由自主朝你在的方向走来，浪费时间就是时间，时间变成怎样都无所谓。明天跟上我的唱，跟我地平线兜风，忘了不愉快的 everything， 只剩下 room。浪花从海风起打来，快跑！浪潮海鸟栖息海岛，拥抱寒光找个沙滩睡觉，横跨我沙的下不怕被夹，风浪不大立马出发中，不管多危险我不管。哎啊哈哈呜呼哈，唱的不错呀，谢谢哈。那你自己把道具搬走吧。啊，我就不想对你当长舞小哥了。
你不能这样，你不能因为我是焦亚林就让我自己搬凳子。哈，你自己搬走吧。太过分了，太过分了。好了，就是，哎，快走，快走，快走，下一个是我。救命啊！啊，好，慢慢的，小心点啊。好的，接下来欢迎下一位选手望江情，为大家带来乌托邦。Hello， 大家好，我是望江情，现在。现在让我来帮给大家带来一首我的歌曲，叫做《乌托邦》，这是和电声器的卓卓合作过的一首歌。现在我就给大家演出一下这首歌，来 ，Come on， 老师。这是很长的一条路，花随着每一步 Stand by me click on， 秒针在倒数，微风烧起了山茶花，给白布做了花，路边的老爷爷今天又给谁算了卦，清晨的露水滴在花瓣， Just like you and me， 奶奶说森林里面藏着她的秘密，谁也不知道这条路会通向哪里，只是过了很久很久，现在再没有人提起。谁还不被动摇动画里的 Mario， 盛开的铃兰花可甜蜜后，蝴蝶告诉我它飞向天空的故事。哦，如果宁静的下午天空飘下雨雾，大雪来庇护，鸟儿伴着它起舞，再往前走就是风儿居住的山谷，破破的口袋里面藏着精灵送的礼物。 Yeah let go， Yeah let go， 这是属于你的乌托邦。 Yeah let go， Yeah let go，Yeah, let go, yeah, let go. Yeah. OK， 对，没有了。对，这首歌就是我先就是和周周合作的一首歌，然后我就唱了我的部分，就是前半段。好的，那么我的部分，我的歌曲演唱完了之后，让我重新掏回我的小纸条。等一下。哦，接下来上场的这一位呢，也是我们果汁火焰厂牌的另外一位成员。这位成员叫什么呢？请打在公屏上。公屏有延迟，我也看不到，不过没有关系。现在欢迎我们的尤斯达利内。嗨 ，Hello。哇今日呢，今日は your song which song？ 今天你准备演唱什么歌曲呢？接下来，你读这个。接下来 ，Light on Tatter。Okay, then、yeah. now is your show time. 干杯 ！Okay， 拜拜，拜拜。Okay。一旦触れしろ吉田の輪廻君に言わせる超可愛いね誰かが誰かのメイクマネマネしてるマニウェイになり上がりまくれから高い方が私のボス3日前の雇い主はグル宇田川経由裏原でクロスティックベチューでイッシー始まったベイキーよ原宿へようこそ今日のバーベキュー超うまそうお席は太陽輝くプライドセレブになったらライドンタロウ Yeah タロウライドンライドン Yeah タロウラライドン
クリチュリスト全部ガズぐらいにもう天のそうかと広すこいてもはやまてんの知ってる I have a cigarette desire Make my dream mini mini money more探す飛ばずじゃしょうがない超過半可の容赦は容赦ないお客さんもっと上げなきゃショーじゃないもっと宣言してなきゃいるじゃないリラックスして向かう Tokyo Collection ブルーのにも負けないのこの G アクション This one, this one それどころと This one MJ パリお買い物だって毎晩 Yo 原宿へようこそ今日のパーティーは超良さそうボニー&クライオーシー&ランポテトつまんだらライドンタロウ Yeah タロウライドンライドンラララライドンタロウラララライドン手挙げて出たぞ全部が欲しいのポーカーと口上げて何待ってんの知ってる I have a cigarette desire Make my dream mini mini money more ジェルフォー集まりパリオ誰つくみなんちょっとかけなんてないだろう神と便所認め指に止まれ集まれ慰め何それこれマスカレイ追いかけ答えが最後にはバラ This game 始まると結構長丁場街中にポスター Think you like a monster 最後には私がポスター Yo 原宿へようこそ今日のパーティーは超良さそう踊るからシャドウ時にはバトルゴールドのチェーンでライドンタロウ Yeah タロウラララライドンライドンラララライドンタロウラララライドンウィッシュリスト全部ゲットぐらいにもうけんのどうかと広すこいてもはやまゼロ知ってる I have a cigarette desire Make my dream mini mini money more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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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ght on Zalo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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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ght on light on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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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ght on Zalo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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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ght onウィッシュリスト全部ゲットぐらいにもうけんのどうかと広すこいてもはやまゼロ知ってる I have a cigarette desire Make my dream mini mini money more おーわおーリンネすごいですねシェシェネクスト You talk to something talk 翻译姐姐在吗嗯在、thisThis song is your first stage song, right? Yeah, yeah, 不好意思 yeah, yeah. 就是我差点把以为翻译姐姐是英语的了对就是这首歌你是在你在初舞台的时候也唱过吗是吧是的那就是你这一次唱和在上一次唱的时候就是有什么区别吗感觉 OK, you will stay here. 嗯空盖的啊、first stage on、you can speak Japanese and 翻译姐姐 will speak Chinese okay, okay. 私はあの初めての時やっぱりとても緊張してたんですけれどもあの今回はちょっとなんか緩い感じで楽しいライブ的な感じでやれてすごく楽しかったですOh,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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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 okay, yeah, 全然听不懂的。翻译姐姐，能不能给翻译姐姐一个麦？这样子，翻译姐姐翻译的东西呢，就刚好可以被大家所听见。嗯。四号。就在。初舞台的时候一开始比较紧张但这一次的话就是很开心很放松的像一个 live house 这样的感觉特别的开心 Yeah, so you're happy now? Yeah, I'm happy OK, OK 那接下来就要开始演唱我的歌了我的这首歌是一个嗯，对
you. Yeah, yeah, me. 加油 ！Get together, I 我要去当一下场务。嘉玲，给我从凳子上下来。好的，那么接下来就由场务小江背着他的道具上场。哎，好嘞，好的。不好意思，等一下。好了，接下来让我为大家演唱一首，就是我的新歌《麦田与稻草人》，就是还没有发布过的一首歌。然后这首歌呢，我经常看到有粉丝朋友们给我留言，问我就是问我那一段词的那首歌到底是什么歌，所以今天就给大家唱一下这首歌。OK， 老师 ，Twin。OK。被风吹过的地方，荡起金色的波浪。麦田也睁开眼睛，穿上新做的衣裳。任凭着秋风吹过麦田的头发，稻草人的小身体轻轻地触碰着他的脸颊，轻声地说道，原来是你给予了我身体，我很安心能有你的气息。麦田只是微笑地看着他，装作平淡送青春。我准备离开，去千里之外。哒啦哒啦哒啦哒，趁着心跳声还在。若是不再见面，带走我的想念，至少还能怀念那不多的寒暄。我的身体荡起了波浪，吹起那夜浮出的过往，顺着这片金黄色蔓延，在落山风下。无法随你去那千里之外，我只能折断我的身体，编一条围巾送给你。我只剩这些。稻草人牵着麦田看向远方，对他说，有你的地方才是故乡，一定会再见。我准备离开，去千里之外。哒啦哒啦哒啦哒，趁着心跳声还在。若是不再见面，带走我的想念，至少还能怀念那不多的寒暄。我的身体荡起了波浪，吹起那掩不住的过往，顺着这片金黄色蔓延，在落山风下缠绵。谢谢大家，这首歌叫做麦田与稻草人。对，这首歌讲的是麦田和稻草人的爱情故事。那么接下来再让我拿起我的小纸条瞅一眼。妈妈进来了，多狗。妈妈 ,Where are you? 呀、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公屏呢还是会延迟了一分钟，所以我还是看不到。那么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你要道具吗？你先说。好的，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下一位选手叫阿玲，为大家带来鱼鱼鱼鱼。不好意思，又是我，又是我，又是我。Hello。Yeah。然后，接下来呢，带来一首鱼鱼鱼。然后这首歌是我翻唱我一个好朋友康熙的歌，对，然后会有不一样的感觉，来吧。呀、就比如我们比如是取名就是都是就是浪与浪鱼与就什么与什么这种，对。然后老师我先试一下那个
OK, come on. 天上的雾，爱山和水动物，两个鱼掉进海里，一瞬间没有了。其实我还在乱挣扎，平静的海边外雨乱打，没有你我该怎么办？怎么办？你不是他就在这儿，他对你认真的烦，而却不知道，那就远别知道。当雨滴滴入了天空，眼泪飘向了空中，风雨风霜是有挽救，没有用。趁着我喜欢你，尽管我们都能看得见，Thunder, broke my heart. 你离的千里，我 so far. 下雅的他不小心又走掉，五十八万随着水我轮流。对的，然后因为这段时间其实很多地方一直在下雨，所以呵呵，所以你要干嘛？你要干嘛？你快说呀，你快说呀。就是因为这段时间其实很多地方都在下雨，所以大家一定要打好伞，不要被淋到。对的。yeah, 然后那 yeah, 我就走了。那你就走了，就是祝你好的。对，再见。祝我啥？祝你主持旅途愉快。本场务先把这个搬走，然后呢，哎呦我的妈，不好意思。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就是咱们现在的这个线上的一个那个点击量，呸，不好意思，这个点击量已经达到了大概是多少万来着？五十多万的点击量。51万的点击量，然后呢，然后现在就是，如果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呢，可以打在公屏上，然后，耶，说不定我们就抽一下，抽到哪条弹幕，我们就去唱了那首歌呢，是不是？然后就是大家如果有想唱的，有想听的歌呢，就请打在公屏上，然后让我们有请接下来的下一位选手。果汁火焰的桃汁由史嘉丽内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歌曲叫做嗨可怜的你 S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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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喜欢的意思、嗯、欢迎我们的由史嘉丽内给由史嘉丽内给大家带来他的歌喜欢我喜欢吗我喜欢好きになってもいいならない方がいい答えは君の中
the sweet on life all day all night making all 奇妙もうやめた手表も持ってるだけの日々から潤そう今から喉もカラカラフラフラしてたってなんだって浮かぶのは君のことただほど苦いゆらり揺れてる君を甘いキスでほんろララララできたらお砂糖なんていらないかも好きになってもいいならない方がいい答えは君の中だけど真相だ自分の心で熱々に溶けてで熱が終わりスイーツ中毒クラクラ重症しちゃう食いのピアノ目中毒ばっかそろそろ本気で優勝したいわだって止まらないしオーブンに映る私なぜかいつも強がりな目尻が今日はかく染まってきてる揺られ揺れてる炎甘いキスでほんろララララお砂糖なんていらないかも好きになってもいいならない方がいい答えは君の中だけど真相だ自分の心で熱々に溶けて好きになってもいいならない方がいい答えは私の中けど真相だ自然に心は熱々に溶けてバラララララオバラララララオうんうんバラララララオうんうんバラララララオ My feelingCan't hold the back Your feeling Baby can't hold the back Hold the back my love Can't hold the back Your love Baby can't hold the back Hold the back Thank you everyone Oh, it's good, it's good.Ski ski ski ski. Okay, then, okay. I want to teach you a Chinese song. Oh. 因为刚才我们就是在弹幕上看到有很多朋友们就是想要听爱情买卖。爱情买卖。然后我想教你唱这一首歌，教你唱两句好不好？来，一定要用这种腔调。爱情不是你想买想买就能买。I'm not okay.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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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几位都是你们果汁口宴的家人，我们四个好像来做客的一样。哎呀，哎呀，是，怎么可能呢？我们大家就是一家人。Hip-hop， 哎呦，哎，我的小纸条。Hip-hop 女孩是一家，哎，对，是的。那我刚刚看到弹幕上不只有想要去那个听那个爱情买卖的，还有就是想要听套马杆的。你能不能就是，既然大家都点歌，你能不能熬两句套马杆？好两句，对，我可以给大家进行一个。你这个不标准，你就是标准的乌兰托亚的唱法，要套马的，你威武雄，就要躲汉子才可以。我要进行一个躲你。好，好的。那么既然你唱完了套马杆之后，接下来你要唱的什么歌呢？我给大家带来我首演的时候唱的《新西提之城》。
OK， 那么舞台交给你 ，show time。雪雪，雪雪，音乐老师可以了。啊？周末愉快。OK。3030年，科学家们在太平洋底发现了一座废墟，那里曾经有人类生存过的痕迹。他们又在那儿找到了一尊雕像，突然，那雕像的眼里闪着红光。他说：“我这座城悄然向外，触手可及深的天台，道不清楚，看不明白。”逃脱之后又想回来，好多初次见面打个招呼，我是这个城市的一只老鼠，你没看错，这里确实是魔都，它的线的故事听我慢慢讲述，记得天空蓝过，人们笑过，直到那个怪物的开始出没，在夜晚吸食不同人的梦想，计划成无限的欲望，不出新人而落落街头的乞丐，到死都在抗拒所谓借来，阶级瓶盖遭受欺负的女孩，楼梯间质问自己的存在，还有都受抢的泪珠，也曾向往人性的温度，我的生存可以粉身碎骨，背负着荒诞的赌注，你想追问宇宙的尽头，还是留恋床头的邂逅，你想要人间光鲜亮丽，却看不见心底的自不量力，他们都是站在世界之巅，却不知他能俯瞰宇宙多远，谁来做到的最后的防线，谁来为丧失的人性祭奠。 The domino conti cunovoCantate domino omnis terra， 我这座城悄然向外，触手可及深的天台，道不清楚，看不明白，逃脱之后又想回来，多么愚蠢的人类呀，不懂变通的人类呀，还不懂这的法则吗？不愿触碰现实就别想活下来。当水开始往高处走，贪婪的血仍然向低处流，即使太阳某天从西边升起，懒惰依然扎根在原地，摩天大厦不用一滴混凝土，而是用贪婪和冷酷在这星系体制成立，你我都是过街老鼠。哦，老鼠活了！哎呦吼！啊，吸眼进来了，吸眼来了吗？宝，看到了吗？想你。哦呦！让给你，让给你。谁的西元啊？等会儿下一位上场的选手可要跟你急了呢。西元好像是他的呢。什么什么什么？哦，学姐要跟我抢西元，爸爸就要来打架了呢。哎，哦，这我怎么敢呢？我裤子被你打起来，打起来，打起来，就喜欢这种打架的剧情。好，那你先走吧，我们先解决一下。好的，你们先解决一下，但是等会儿爸爸我还要 Q 你唱歌呢。学姐，你唱的歌是不是叫《事后清晨》？好，让给你了，那个，我走了。许仙，许仙，嗯，看到了吗？归我了。五，没关系。五五，喂喂喂，我先，我先，我先进行一个六。无不无聊，你们真的是太幼稚了，太无聊了，太无聊了。真的是，进行一个欣赏音乐。呀，啊， yeah， 哎，一路平安。好，三路，注意安全。走。啊，爸爸。刚刚就是我一直在盯着弹幕看嘛，然后弹幕上就是有人想要听你唱那个 falling you， falling for you， 你的那首。哦，是吗？对，能不能清唱两句给他们听听看？怎么唱的来着？哦哦，想起来，耶，一首情歌呀，唱。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I've fallen for you。 好，一句就唱一句嘛。好的，那爸爸，我刚刚看到弹幕，因为我想 Q 你唱歌有很多，我刚刚看到弹幕上还有人在说想要听月亮之上，你可以别唱两句。这个话一定是吴佳叶说的吧。嗯，哼，
这话肯定是他说的。要不要？可是我们两个就是爸爸妈妈的歌曲其实是娘子啊哈。吴佳燕，你看到了吗？你看到望江情他有什么想法了吗？哦哩罗哩罗啦，怎么回事啊？You'll never get hurt， 只能唱两句，没有版权。好了，那接下来，接下来爸爸要带来这首歌。我不要你介绍，有意思了，有意思了。这首歌呢，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款香水的名字啊。哎，只是香水的名字。好的，那爸爸你来报歌名吧，我走了。对 对, 对。然后这首歌仍然呢是一首情歌，因为我打算在这个特殊的场景里面展现一下我柔软的一面。就希望大家能够不要觉得我太凶，也一定要觉得我很温柔，好吗？把雪雪温柔打在公屏上。好，一会儿我唱完了看。这首歌叫做《事后清晨》，老师麻烦帮我把伴奏声音开大点，刚才那个很小声。最后再看你一眼，再抱你一下，其实没太多变化，大不了被朋友干扁，谁比谁检点，反正感情会变卦，避免了分分合合，也不必再长梦多，历经了千帆才明白牵手真的不简单，越来越值，若是合不是何值得不值的都不用再说，就这样分割分割，两地真的不是我风格，两个人都懂了整个现实点吧，不要再说了，经不起波折，故事该结束了，从一开始他就是错的，或者啊，换一种说法，做决定不要太拖沓，断线的风筝被风筝线抽打，纠缠下去意义不大，留不下蛛丝马迹就让他们吧，挂一下大方也好过现在的荒唐，至少你不用再说谎。See you, see you, see you, I never see you again. See you, see you, see you, I never see you again. OK, 就这样，情绪就别写在脸上，都应该拿去典当，换一堆错爱的勋章，放不下都是假象，填不满想象，故弄玄虚能有多大的玄机，不过是权衡万利比决定不选你，再伟大的献祭怎么能比得过现实的东西，不肯承认也不愿屈服，不愿意得到你送我的礼物，偏要去赌赌你还能记得住，记录的甜蜜其实对你是束缚，是我太固执理解不了你，难出背道而驰走不同的路，做决定不要太拖沓，断线的风筝被风筝线抽打，纠缠下去意义不大，留不下蛛丝马迹就让他们吧，挂一下大方也好过现在的荒唐，至少你不用再说谎。See you, see you, see you, I never see you again. See you, see you, see you, I never see you again. 这样吧，是我不想再牵动你生活，不想再听到聊不完的微信回完消息，就扣在桌上的手机怎么都关不掉，抖音删不完，私信无处不在，都是你小心翼翼却藏不好的小秘密，干嘛费力编造的辛苦，解释不清楚就闭嘴，不需要你忏悔，大不了再喝到烂醉，到底谁不懂得换位思考，太了解所以一切都知晓，分开是迟早，未来就无需你指教，至于你们收取你虚伪的自造，我一个人挺好。See you, see you, see you, I never see you again. See you, and you, and you, I never see you again. Yeah. 再见，爸爸。
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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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干什么？我要很帅气的离场。爸爸，你怎么就走了呢？等一下，我的纸条呢？我的纸条。I'll never see you again。我觉得刚才的结尾不够帅，再来一遍，再来一次吧。I'll never see you again。在门口啊，就是在人家门口、那个啊、在人家门口哒哒哒哒 see you 然后人家开了、嗯、I'll never see you again， 然后很帅气就走了。好，我走了。 I'll never see you， 你有话想要跟我说吗？没有。我当然有话想对你说、啊、那你快把你的那个小本本掏出来我看看、就是我想采访一下你，就是这一首歌为什么你最后说是站在人家家门口呢？这是一个故事，对啊，是的。我唱这首歌的原因呢，其实就是想告诉大家，一定要适可而止的放弃一段错误的感情，然后要适时说再见，因为爱对了人，情人节每天都过。你为什么要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很奇怪。那你是爱错过谁呢？不管以前有没有爱错过，总之现在我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儿女双全。哦、啊，你不要再爱我了，没结果。来来来，提一杯，走一个。那既然如此，那就把走一个。黛西梦露邀请上来。我们一起合唱一首。那你今天你要嫁给我了？没有没有，开个玩笑。这个主持人也是刚刚出来闯荡没有多久，这种场景我不太会应付。因为是直播，直播就是可以说一点放肆的话语啊。把他的眼睛蒙住，把他的耳朵堵上，把他的嘴巴也封上。我们聊点不能播的。哎，不是我说的。注意安全，注意安全。你这个人怎么安全措施都不做好呢？哦，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地啊，太硬了。哎呀，我这个、完全接不上话、啊、不对，果然就是儿子和爸爸还是很不一样的。好的，那爸爸，你知道接下来要上场的是谁吗？哎呀，给你偷偷看一眼。好，记住了吗？记住了。嗯，记住了。是比我们两个现在在这里耍嘴皮子，对不对？然后完全就是不如人家专业嘴上功夫的。哎，你就是下一位，就是我们的小金。哎，小金在吗？让我们哇，小金好可爱，小金好好看，哦、快上来！你干什么呀，爸爸？不好意思，就是我们的家庭就多多少少，哎、这你害怕是吗？小金不要害怕，你害怕你就眨眨眼。就是我们的家庭多多少少就是有一点奇奇怪怪的氛围，就是是不是？那不如、哎、我们就进入正题，哎。这首歌是啊，我知道了，这首歌它是个英文名字，所以望江情不想介绍。哎呀，你不要说，哎，我可以介绍了。这欢迎他为大家来的 I start fall in love， 我准备陷入爱河。对，哦，那么跟谁？你看一下我什么意思？这个是没结果。天啊，妈妈在看直播呢，妈妈，这个是已经，你要相信我，真的，不是，这是已经就是说，哎，老师他的麦没有打开，哦，很绅士呢，就你绅士啊，所以我是爸爸，害羞，开了吗，老师？我看这开了吧，这个开了，没声音啊？有吧？有的，哦，有声音 ，OK， 哎，刚刚你在说啥来着，爸爸？让他自己来介绍他自己的歌，好。那么现在就小金为我们介绍他即将要演唱的歌曲
I Start Falling Love 舞台，真的叫这个名字？对啊，对，真的舞台交给小金，拜拜，不要太紧张哦，要放轻松啊。我很紧张，我现在。要不我可以要个道具吗？我要个那个，开个玩笑。你要什么？哎，你要什么？让本场务给你办。没事没事，来，我来，自己来。可是今天的场务，我的服务一定要到位。我自己来。好的，哎呦，小心，你看看是不是？哎，这里可以吗？哎，老板，合适吗？这个位置 OK 吗 ？OK 是不是？你快点下来呀 ！OK， 好的，拜拜。非常 OK。那这，我已经语无伦次了，怎么有想过有这么一出？就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曲的呢，就是我在节目就没有唱过这样类型的歌曲，一首情歌叫 I Start Fall in Love。 这首歌呢讲的是以前发生的甜蜜的故事。 Yeah， 一首 I Start Fall in Love， 一首情歌送给大家。 OK， 开始吧。去策划我们未来的世界，这段感情我想永远都不再会蜕变。 Love is forever， 心不会褪色。 Love is magic， 我要永远全心全意。Summer day, I'll even go to sleep. No, I can't escape. Oh na na na. Love's a summer day, I'll even go to sleep. No, I can't escape.清醒之手全力以赴，若你真心待我，牵动我的心弦，让我无法满足，真的希望不是做错。从没有过心动，难道真的命中注定爱情不要坠落？一辈子仅相遇的结局、yeah、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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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去漫长的未来细数着期待着。I only want to be with you. It's crazy, but it's true. No matter what you do, anybody I don't choose. Love starts summer day, yeah, hey, yeah, hey. I am gonna sleep, no, I can't escape.一首 I Start Falling Love 送给你们。哦，好好听耶！我唱这首歌我有点腿软，不知道为什么。你等一下，为什么你唱这首歌你要腿软？我真的有点腿软。看到我腿软，我把你吓到了吗？不是，不是。你什么意思？你这句话说的好像有点不太对劲，你这样说的好像有点误会。哎。所以你这首歌是当时是在什么时候写的呢？这首歌可能是两三年前写的了。那个时候是因为 fall in love， 所以写了一首 I Start Fall in Love 吗？嗯 ，Yeah， 因为我觉得每个少女她都有，就是说，等近一点， yeah， 听不太见。我觉得每个少女就可能都有那种萌生的那种就感觉嘛，所以就是写出这样子的歌曲。其实我就是
就是我在节目里其实就是可能那个样子，可能说跟前几期大家的那种就是，对，因为前几最开始大家都认为你是一个非常就是硬的姑娘，然后就是那种那种 B-box， 不好意思，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不好意思，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唱完这首歌我会腿软。所以你是为什么唱这首歌腿软？我跟你说，像我去唱这种很抒情的、很柔的，我腿软还正常一点。你是为什么腿软？我就感觉我腿软，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是说，超棒的，真的。谢谢。害怕。要不你先坐着，来，你坐着，咱们聊。你先坐着。你别害怕，我告诉你，我唱那个抒情歌唱成那样子了，我都不害怕，我告诉你。来，我们一起坐。然后呢，就是让我们来一起欢迎一下我们下一位姑娘，赵大喜喜姐。哎，你来了，来，我们来一起来找一下下一位姑娘是谁？哎，是谁来着？哦，赵大喜，哎，你认识她吗？原来是赵大喜。对，我真的超喜欢她，我告诉我真的是，我好久，我上一次在黑胖女孩的现场，我看见她了，我很想要她签名，我没敢去。真的吗？真的。我现在给你签。那现在就由我们的喜姐为我们带来她的歌曲。Yeah.Let go， 你不要在我耳边悄悄的告诉我。我说三二一，开始好，三二一 ，Let go。来，小场我搬道具了。我们灯光老师把灯光调暗一点，好吗？谢谢。嘘。OK， 下面带来一首我 feat 的一首歌，然后也是没有发的一首歌。Feat HK Too Hot, shout out to HK Too Hot, shout out to DBC, OK DJ, let's go. S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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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h. I'm going to be Psycho, beats, beats the muscle. Can't feel my toe. Babe, let go. Get like psycho. Beats the muscle. Check what microphone. Sure, 目空一切。凌晨的三点前颠倒日夜，我的世界已经全部转变。陪伴我只剩下皎洁的月。嘘嘘嘘，没人看见。漆黑的眼中像燃烧火焰，最冷的海水也无法熄灭，时间也无法冷却。不到十九岁我就已经找到，年少轻狂开始活得很高调，丢了灵魂发现变得很焦躁，同学们在上课，我在无聊的每天数钞票，挥霍几年然后把生意抛掉，如果不快乐那你可都不要。看吧奶奶，这次我为你闪耀，发誓要让爱我的人为我而感到骄傲。 Baby let go， get like psychoBeats to my soul, can't feel my toe. Baby let go, get like psycho. Beats to my soul. Check one microphone. 喜欢就不觉得贵，我选的前进就不会选的退，我自己的 game， 我自己配，擦干流的汗水，丝毫不觉得累。You know what I say， 哼哼。不知忙的废，从没想要成为想谁 ，Look at it on my way， 哼哼，别管对不对，早晚他们都会 know my name， can feel my pain， 困住像我 difference， 不停提高我的境界 ，What's up my friend， 让我为你祭奠，就亲自用我自己信念 ，Now show my game， 踏上我的披肩，陪伴我突破的极限，珍珠项链，留给我的纪念，把我一直都会应验，啊 ，Baby let go， get like psycho。Beats to my soul, can't feel my toe. Baby let go, get like psycho. Beats to my soul, check what microphone. Baby let go. Get like psycho. Shit to my soul, can't feel my toe. Shit. Baby let go, get like psycho. Beats to my soul.Check what my phone. Yes, sir. Woo! Yeah, 谢谢。慢点。徐姐摔了，带来这首 Let Go 还是非常的帅的。
长得帅呢，你可不可以长得帅气，你可不可以教教我是怎么可以做到这么帅气的？就装呗，就装呗。你可以教我几个比较帅的动作让我学一学。什么动作？就是很帅的，然后我做也会很帅的动作。行，你做。我看一下，现在上面放着你这个。很帅的动作，对，你要说很帅的动作教教我。嗯，很帅的动作，是不是因为我实在是太不帅了？我觉得我们这样就特别帅，有没有很帅 ？ski ski ski， 对，是非常的帅呢。然后就是我要，就是咱要，就是要跟大家说一件事，就是刚刚就是有人说，就是那个爸爸和小金用的那个歌是同一个 beat 嘛。然后呢，就是我们其实经常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嘛。对啊，我跟他们俩刚才用的也是同一个 beat， 大家没有听出来吧？哈哈。对、yeah, ，就是这就是我们的音乐的魅力，就是同一种 beat， 大家能唱出不一样的感觉，这就是一个。非常的不一样的魅力点的所在，是不是？对对，因为就是包括有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在做 cipher 也是同样的感觉，就是每一个人会用他不一样的方式去演绎好这个 beat， 驾驭好这个 beat， 因为每个人创作的思路和写歌的思路，想表达出来的内容和他整体歌的 vibe 和氛围也是不一样的。也、是的，而且就是经常我们经常会遇到有用到同一首 beat 撞 beat 的这种情况，因为我们的 beat 呢是可以去购买那个使用权的，购买版权的，只要你没有把这首 beat 买断，那别人依然是可以去向作者购买这个 beat 然后去使用这个 beat 的。耶、yeah、对，是的。不小心说出了我们的心声吧。对，来，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要有请我们的下一位先生儿，不好意思，拿饭来，真拿饭来。呼进这儿的图灵的秘密，掌声。Hello， 舞台交给你，多走。谢谢。嗨，大家好。对，因为我去进行了一个变身，下一首歌的名字叫做《图灵的秘密》，然后是我马上准备发一首新歌。写的是致敬我的偶像计算机之父图灵，所以我现在不是胡锦之金贼了，我现在是人工智能胡皮皮。对的，胡皮皮需要进行一个卖家的拿。对，没关系，我是智能人工智能、哎、可以进行一个自己拿。好的，耶、yeah。好像不是特别智能的样子。好了，音乐老师可以开始了，谢谢。Morphogenesis, metamorphosis, Dionysus, Uranus, and Avis. My hypothesis, in parenthesis, diagnosis. 转换分散，虚荣表面混乱，限制拉扯，没有力的期盼，他们推测猜疑，是谁在摇唇？宇宙尽头的手推动一切运转，对他们来说不过是下盘上的棋局，和魔鬼对一对的四分可思的谜语。Oh Lord， 别让我听见那唏嘘，他们把我打造出来只为满足机遇。All this time trying to solve that mystery， spend my life leaving marks on history， 请别责怪我窥探见的未来，不出意外我们终将被掩埋。All this time trying to solve that history， spend my life leaving marks on history， 你这淘汰别人早主动取代，选择离开我是新世纪的 outside。我把世界真化成零和一，却不懂怎么去迎合你，逃不出这句真，谁知道我不是你呢？即使细微的差异也是被算法给予的。 Recurrent， 虽然请来的客人，我在我们心上生长，但是我身心张扬，我们之前
变化无限，质量不变，永恒瞬间，万物生长，元素扩张，幻想绽放，留我一人迷茫。All the time I'm trying to solve that.Spend my life leaving marks on history， 请别责怪我窥探见的未来，不出意外我们终将被掩埋。 All this time trying to solve that mystery， Spend my life leaving marks on history， 你的淘汰被人做取暖取代，选择离开我是新世纪的 outside。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a questionI wanna be alive. I wanna be alive. Can you hear me? I wanna be alive. Hello world. 后来的人们会梦见电子羊吗？后来的生命会无限的延续吗？后来的希望会打破这平衡吗？后来的世界会终归于虚无吗？ What do you want me to do?All that I have is from you 我不敢做你附属那你才是我的归宿 Morphogenesis Metamorphosis My hypothesis In parentheses Tearing doesn't need this Tearing doesn't need thisTrying at least this Trying lives 呜呼，来，我来出道具了。好，走错了。谢谢下面有请我人工智能的好朋友赛博仿生人花花子。耶、yeah, 对，就是在我们花花子上场之前呢，就是人家还有一句话想要对大家说一下，就是如果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记得等待公屏站哦，就是我们会抽取这个弹幕，然后去演唱一些歌曲哦。谢谢大家，花花子 ，Come on！ 哦，家人们，我又回来了，家人们，嗨，大家好，我是花花子，接下来为大家带来，怎么没有声音了？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一首我的歌曲名字叫做《减肥战歌》，然后这首歌是想写给所有正在减肥的痛苦痛苦挨饿当中的朋友们啊，希望大家能开开心心的减肥，快乐的度过每一天，然后达到自己的目标。嗯，好，那接下来音乐老师，谢谢。减肥减肥，快乐就是每天减肥减肥，瘦下来一定变更美。减肥减肥，如果感觉饿我就多喝水。减肥、哎、减肥时间重要的是想要美丽，随时就要饿肚子，每天鸡蛋配点菜叶、yeah, 维他命 ABCDE 我全部都缺、哎、这样可能不健康，可听说主流审美暂时就是这样，为了漂亮生活闹僵，满眼星光闻着烤肉的味道，口水流到地上、啊、我想喝快乐肥宅水、yeah, 我想吃火辣大鸡腿、yeah, 加一颜色喝到不睡，不光觉得还要奶油糊一嘴，卡路里奇怪了非你，今天先堵住嘴，明天他们都为你去法国排队、快乐就是每天减肥减肥，瘦下来一定变更美。减肥减肥，如果感觉饿我就多喝水。减肥火辣要先面，想要先下次
再见面，我超级变变变。My boyfriend 的女生朋友里我最会打扮，还 out never 还想把头看我的男人腿打断。仙女下凡，不需要吃晚餐，受的苦和难都变成绝佳的感官。人生没那么轻易说，肚子里就会生活快乐，跌撞滚爬在竞技场，心里善良也要有彩色。尝试不习惯，困难会变简单，完成就不简单，带上理智早晨全餐，明天男人都为你去发过白醉、yeah, 快乐就是每天减肥减肥，瘦下来一定变更美，减肥减肥，如果感觉饿我就多喝水，减我的快乐肥宅水，我的火辣大鸡腿又烂那天，臭豆腐配甜点，我真的一点都不想吃。耶、yeah, ，减肥减肥，快乐就是每天减肥减肥，瘦下来一定变更美，减肥。减肥，如果感觉饿我就多喝水，减肥减肥，聪明减肥，越减越肥越减越肥越减越肥，谢谢、哦、谢谢花花子带来的减肥之哥在干什么？我也不知道。大家看我的衣服啊！大家看我的衣服啊！有了解过的啊，之前可能看过，就下面其实是 Plan A， 我们厂牌四个人的画像。但是为什么今天我把这个衣服折上去了呢？因为你不想看见他们的脸。不，因为这里有一个秘密。是什么秘密呢？什么呢？记得明晚八点来腾讯视频。收看我们的黑怕女孩揭秘带薪梦露的秘密。我觉得我要下岗了。对，好，那就是、你刚才这首歌的那个什么创作灵感是什么呢？不是我最近就是吃来节目组吃的太好了，胖了十斤，然后就哦对。对，这里的饭是真的很好吃，好胖人、啊、特别好吃，对，所以。反正我胖了，我也胖了，我胖了十斤，你知道吗？就是你刚刚唱的这几首歌啊，就是一个是就位，还有一个是减肥战歌啊，是吧？就是你唱就位的时候，我以为你会像是这种曲风，就是非常的这种感觉啊，但是没有想到你唱就位的时候是，然后你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也减肥之歌，就是很有战歌感的，没有想到是这样子的。你以为这首歌会是很激昂一起一是的呢那种是吧、啊、你好、嗯、你好出乎人意料、哦啊、对，就是有一天、我也是在减肥的期间写的这个歌，就因为觉得实在太饿了，然后呢就希望有这么一首歌能让大家在减肥的那个这个挨饿的时候啊，一听到这首歌就可以啊更加有动力啊去达到自己的目标，所以就写了这首歌。Yeah, 然后音频老师就是我刚刚看到那个弹幕一直在说可不可以伴奏大声一点，等会儿我们后面的孩子们的伴奏都给大声一点哦，谢谢。啊、然后我刚才看到有个弹幕说想要听就是我们唱那个哎什么那个什么来着，哎是姐就是女王请唱。好，可以唱几句。可以唱几句，我们可以唱几句，李烨来唱，一二三走，姐就是女王，自信放光芒，嘿嘿嘿，你若爱就来，不爱莫张狂。Yeah, 我的 B-box 还没上完不是后面我不会唱了关键是、好的，谢谢。那么接下来就是要有请下一位选手望江琴给大家带来的一首歌曲。好，有请望江琴，有请，重新来一遍。好，接下来有请望江琴为我们带来他的歌。嘟嘟
嘟嘟嘟嘟嘟。好的，大家好，我是王丹青。好的，哎，不好意思，场务小江忘记搬道具了。啊，我来。这还有点难搬。哎呦我的妈！好嘞，谢谢雪雪。OK， 谢谢。然后下面我要唱的这一首歌呢，是我刚刚看到有很多弹幕正在说想让我唱的一首歌。这一首歌叫做《天上的星星不说话》。老师伴奏大声一点，谢谢。This is so fresh beach。Hey my mama, long time no see。 通话记录显示我们寒暄的时间只有十秒，很抱歉找不到治愈你伤口的良药，但小姨告诉我你总在深夜为我祈祷。你说一个女孩把头发剃短难道错了吗？做别人不敢做的梦难道错了吗？面对谩骂指责心痛和苦涩，就算不够勇敢难道我们错了吗？面对着压力你会崩溃大哭，可能在某个角落等着我的答复。后来我对你说我可以换条别的路，但你说希望我的青春可以不被辜负。没人会知道意外和快乐哪个先来，买了张机票紧握着医院的化验单，才发现从没为你写过 love song。 我开始害怕来不及说的话会变成伤痛。星星不说话，娃娃眼睛眨呀眨，谢谢大家。然后让我来看一下这个弹幕。哎，这个弹幕好延迟啊。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要有请上，对，就是天上的星星不说话这首歌，就是其实也是大家认识我的一首歌嘛。然后其实我已经好久好久好久没有唱过这首歌了，然后这次又是在这里再唱了一遍，就是感觉似乎能找到当初的感动的那种悸动的感觉。所以呢现在就让我们来邀请我们的下一位选手，在我们邀请下一位选手上来之前，先让场务小江把凳子搬下去。哎，好的，现在就邀请我们的下一位选手有西扎丽内。嗨，嘟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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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嗨嗨 ，Long time no see。呀，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因为就是大家总是就是有弹幕会在，就是想让我们就是唱一些歌嘛。然后就是我也 cue 大家唱了很多歌了，我现在想再 cue 你唱一首歌。你有没有就是那个你很喜欢的歌，就是什么日语的都可以，就是大家都听过的歌。Tango。累，但也要保持微笑。啊 ，OK。可不可以唱一首就是，在日本就是说啥，反正就是我们大家也经常听过的那种日语歌。嗯，
哦，哆啦 A 梦。哦，哆啦 A 梦 ，OK， sure。哆啦 A 梦，シャラララララ、僕の心にいつまでも輝く夢。ドラえもん、そのポケットで変えさせてね。耶，超卡哇伊呢！然后呢，接下来就是他即将要为大家带来的一首歌，叫做《Lonely Rap Girl》。然后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来，现在舞台交给你 ，Show Time。Lenny coming at ya, puff puff on the beat. This is my true story. Mic check 1 2, Molly 上がる監修 Rock through crowd の party people. ピカピカのスニーカーはガラスのシューズ。シンデレラロリミツこのラストチューン。一人ぼっち肌寒い帰り道、裸足で探す私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yeah. ただいまが響く静かなワンルームに What's up homie? 前ぬいぐるみ、ひとときのティーネージ居心地のいいケージ、一人飛び出し夢を都会のビッグステージ、あの歓声頭離れない、体中未だ熱が冷めない、でも本当は触れてる強がりの私のハート、 Nobody know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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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もダンスオーダイダンスオーナイ Where's the party at? またステージからステージ誰のためかもわかんないまま揺れるハンモックで夢を見る Lonely Rap Girl 明日も 6pm ラジクエショータイム。Are you ready for this? Pass to Let's go Back in the day、yeah. あの頃トラブルはパパが変わってくれて Yes, Molly Cover Yes, say show To the beach show うざいショーって持ってたママの提供も恋しくなるし俺レジメモしたらつながりは4インチ手のひらサイズ目の下ダイブ Black like panda Great thing sleeping お休みの時間だ明かりを消した部屋の中初めて自分の弱さに気づいたこの涙もオンザビートで輝かせ届ける愛すべき人へだからダンスオーデイダンスオーナイウェザーバリアまたステージからステージ誰のためかもわかんないまま揺れるハンモック夢を見るロンリーラップが真夜中の CAM 一人きりグッナイ今日もダンスオーデイダンスオーナイウェザーバリアまたステージからステージ誰のためかもわかんないまま揺れるハンモック夢を見るロンリーラップガール明日も 6pm ラジクエショータイムTo the left, to the right, throw your hands in the air, let me hear you say, oh, oh. To the left, to the right, throw your hands in the air, let me hear you say, oh, oh. To the left, to the right, throw your hands in the air, let me hear you say, oh, oh. To the left, to the right, throw your hands in the air, let me hear you say, oh, oh. 谢谢。哒哒哒哒哒哒哒，什么什么什么的。To the left, to the left, so your hands in the air, let me hear you say,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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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你再唱两遍啊！再唱两遍嘛。哎，算了，还好尴尬，哎呀，啊，尴尬，怎么办呢？ちょっと待って，让本王看看那个弹幕哈，嗯。
不好意思，我又忘记了那个弹幕会延迟一分钟。接下来出场的这一位选手，你知道是谁吗？嗯，翻译姐姐。我知道，你知道，他是谁呢？啊，我的糖果。你的什么当过我那你当过老教你我的团子哎呀呀呀呀那然后你知道他要唱什么歌吗那个有 OK 那你来把就是你的单歌 Q 出来来你说啊嗯 next 我的单歌Are you? 呜！哎，等一下，来，让本场务帮你拿上来，来，好的，呀、yeah, 啊，你的蛋糕，我的蛋糕，哎，等一下啊，就是在你演唱之前啊，就是我刚刚看到有些弹幕上说希望就是让我唱那个最炫民族风，但是我觉得咱们果汁火焰是一家， yeah. 是不是？特别是你们现在两个果汁站在了我的这个火焰的旁边，所以就是可不可以请你帮我唱一下《最炫民族风》？不好，快帮我唱一下最炫民族风。最炫民族风 ，Lina， 嗯 ，I teach you，OK、okay.。匆忙的天涯是我的爱，唱怎么的心儿那种自爱，偏偏的青春就像花正开呀，偏偏的青春像那朵春来。OK， 那么这个现在我们的舞台，你把我的衣服抱着干嘛 ？Sorry， 就是现在就让舞台交给我们的果汁火焰的，你是什么汁来着？拜拜。快走，不要回来了。这首接下来这首由王江琴带给大家，谢谢。我像只鱼儿在你的塘啊。哦，离枝哦，下面我不好意思，谢谢爸爸的场外援助。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果子火焰的离枝阿玲丽丽带来她的歌曲《油》。心确实很油呢干嘛贴啊对是给爸爸写的油好的舞台交给你 OK 然后这首歌叫油对的今天没错今天的三首歌都跟水有关所以 OK 我们来感受一下这首歌不在意深爱里舞动的情，不在意被击打融化的冰凌，不在意热烈的梦境让。
不在意这些那些话，不搭理只是因为怕呼吸在同一点共享，凭什么谁比谁高雅，弱肉强食的把戏，忘情没当作战利品，别让它滞留在回忆里。小安林，可不可以跟我说一说这首歌讲的是什么呢 ？OK， 没有问题。好的，你在这一边，因为因为我今天右边的脸上没有头发，显得我很秃，显得我很秃，所以我只能这个样子。可以说说你这首歌在讲什么吗 ？OK， 这首歌其实是讲的，我是一条鱼，我在海里游，然后我看到的东西和我此时的所想。对的，我对的，汪安晴现在我能感受到他现在非常想唱歌。我套马的汉子，你威武雄壮。本职的军马像什么一样？一望无际的远。耶耶耶耶！我确实。香水有毒，香水有毒怎么唱？唱一个。我不会。我也不会。哦。你身上有毒的香水味啊，是我鼻子犯的罪呀呀！哦。哎，好，接着说，你这首歌到底就是在基本上在讲什么？哦，你是条鱼，然后呢还没有说完。这首歌其实是讲的有关于一个环境保护的题材，因为我其实初二的时候有去上语文课，然后老师当时讲到了说江豚快要灭绝了，然后我就非常难过，我就去周末的时候一个人去海洋馆里面转了一圈，然后就觉得哦，一定要好好的保护环境，然后后面保护环境，对，保护环境，对的，然后后面就是说觉得哎，那我现在写一首歌，就是说我作为第一视角，我是一条鱼，然后把以一条鱼的视角然后来告诉大家，把麦拿好一点，这个，听不太清你讲话，就现在能听清吗？就是说以一条鱼的视角去告诉人们要保护环境了，真的要保护环境了，朋友们。是的，对的，对，你说的没有错，确实我们现在是需要保护环境了。因为就是我们就是那个，哎，我想说什么来着？我看到你之后，然后我就忘了，可能是你挡住我的信号了，不好意思。什么？真的是。啊，对，还有就是因为我刚刚就是基本上 cue 了大家唱很多歌，但是因为我刚刚看到弹幕上就是有说希望我可以唱一下《满天星》这首歌，那我就给大家唱两句，因为这首歌就是写给粉丝的。我只唱两句啊。我，哎，怎么唱来着？砰！哎，怎么唱来着？
风起雨滴靠近你，擦起水花想和你一起看日出升起。收，好了，然后接下来就邀请我们，你先别走，你还跟我一起 Q 人，你要干什么？这个梨汁老是想着下班，真的是。打疼。好，好，下面这一，哎，哦，下面这一位选手呢，就是我们的hiphop 女孩里面拥有最长 beatbox 的秀杰儿，秀杰儿，秀杰儿，她即将给我们带来的歌曲是《在山里头》。好，你下去吧。好，我现在可以走了。来，请。然后在你，好，就是在你唱之前，我还想，你站这边，我这边看上去很秃。对，就是在你，就是，哎，就在你唱之前，就是我想 Q 你唱一首歌，就是因为之前的舞台上面，你不是唱了很多民族的那个很多民族感的东西吗？你要干嘛？就是你可不可以就是现场唱一段那种山歌，就是具有咱们中华民族特色的东西，可不可以给大家秀一段？中华民族特色的，就是我们的民族歌曲。可以啊，来，我唱的什么呢？好难啊，就是想不出来。或者说，你可以，我们梦回一下你的那个二宫舞台，你唱一下你的那个，那个，对。对，下面这首歌就是山歌了。Oh my god， 这是期待值拉满了的。现在，那么居然我们的小金给我们带来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在山里头。谢谢。我最后一首歌，我最后一首歌在山里头的话呢，主要对我来说有一个特殊意义。主要是我的朋友他没有办法，就是继续音乐这条路了，所以我这首歌是shout out他，shout out贵州，shout out所有我的粉丝，shout out所有支持hiphop女孩的人们，非常感谢你们。然后这首在山里头充满民族特色的一首我的个人单曲，然后送给你们，在山里头 ，OG3 Falling Out Nimby Era， yeah。谢谢。Yeah. 过了后把自己叫来门边，熬一段难忘的痛苦瞬间，从轻松阴霾中走向晴天。无论如何不许就是加把继续努力 Rap star 现在慢慢放点精神苏醒，总有一天我会给爸妈买上 Gucci。 山里孩子通过努力将我走向胜利。
谢谢。OK， 那我们今天就最后一首歌已经结束了，然后接下来邀请我们今天直播的歌友会的所有黑怕女孩上场吧，我们来一个 ending， 主持人交给你。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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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哪里可怜啊，那也行吧，我们来就是咱们今儿的节目，呸，不好意思，咱们今天的歌友会就结束了，然后我们现在我们一人一句话来总结一下今天的歌友会吧。首先有请带薪休假的带薪谋路。哎，我猜也是。哎，我们俩果然是想的一模一样啊。是呢，带薪谋路，祝大家天天开心，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薛薛。哎，你们不要出框嘛，我专门蹲下来就是为了给大家留一个位置。来，你再往前站一点，这样子我们大家都可以框在镜头里。小心。啊，是吗？你刚哼的是婚礼进行曲吗？不好意思。这个衣服有一些巧思。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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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哦，爸爸衣服的巧思。直接辣到。大家有没有什么想问我们的，可以现在打在弹幕上。我们会延迟一分钟看到，对，就是一会儿再回答啊。我们可以延长一下时间吗？好，我们就想看一下弹幕里面有没有什么想说的，然后我们一起那个什么。哇，张琪，你想和谁？你就非得选那条？哎，不好意思，因为我的那个眼睛。汪佳琪，我爱心，汪佳琪，爱心，提前过年了，提前过年了。对，是。幸福美满，对的，对，我们黑怕女孩都特别的幸福美满，对，我们黑怕女孩非常幸福美满。你们幸福吗？幸福，我幸福。对，你幸福。 我确实幸福。对，幸福。然后我们等一分钟看一下弹幕好不好。来，我们现在进入，我们来一起进入个静止卡机的状态怎么样？三二一，卡。这样的话大家就会翻过去啊，刚进来的人就会以为我们卡了。应该不会的啦，弹幕会刷的。三二一，卡了。Don't move。我感觉这个灯没变。哎，小胡新歌会发音源吗？对的，会的。那个今天这个 tune 没有太加好，有点 tune 不欲生，确实有点 tune 彻心扉，确实。对，所以之后可以发的时候马上就可以跟大家见面。 Turing 的秘密敬请期待。谢谢。你有 demo 吗？有，我有 demo， 回去直接进行一个发给你。我好喜欢你那首最后一首这个曲风，直接我们两个 match 上了。进行一个有机会。哎呀，爸爸这个衣服咋回事？定住了，现在我们定住了啊！麦田与稻草人啥时候发出来？等我真的把这首歌唱熟了，既不忘词也不忘曲的时候，我就把它发出来。金姐，你的发带呢？我的发带进行了一个洗，洗了二十几条，洗了三天，对，没出门，对。Okay. 弹幕真的很有趣，我特别喜欢看。看不懂 this。瑞雪之卡西恩塔。啊，真的。小心我觉得我们就。花子漂亮。好的。花子漂亮。那么现在就是我们就时间也差不多了。小心。哎，我就是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那我们就一人一句话来总结吧。首先就从带薪梦露开始。梦露开始。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也祝大家明天晚上八点收看黑怕女孩，收看的愉快，写着大字呀。好的，那我现在就邀请我们的小金来做一句他的总结语。我其实也就是一句话，我话比较少，我希望能够继续跟大家开心的做音乐，然后大家关注腾讯视频黑怕女孩，谢谢你们。下一位。好的，那下一位有请我们很幸福的小胡，谢谢大家来。
看着我们的镜头。祝大家一帆风顺，双喜临门，三阳开泰，四四十六，五湖四海，六六大顺，七五湖四海，七天乐，八八大顺，九九归一。明天八点钟锁定腾讯视频《黑怕女孩》。哦吼，十全十美你没说啊？是，还有十全十美。耶、yes。好的，那么接下来就到了我们国之火焰家族，然后就是先有请我们的爸爸来发表一下他的获奖感言。我今天请问我今天晚上得了什么奖啊？对，爸爸，对啊，对了，那爸爸发表感言之前，就是因为之前因为爸爸就是在比较前面唱完了之后，我一直看到弹幕有说想要听你唱爱，你可不可以唱一两句，然后你再发表你的获奖感言？又清唱，对。哎呀，有这个干活的在这儿呢，你怕啥？来，那是一首旋律，就是跟你那首歌的 beat 是一样的那个歌。好嘞，来爸爸。来，就随便的进行一个唱吧。好的。就是说，希望今天大家晚上都能够有一个美好的夜晚，然后祝大家晚安。哪里有不满意？我做的每件事情都是为你，爱要怎么说明？一见到你，我的心情心跳个不停，是意外还是爱让人愉快又无奈？爱无可奈何，无法释怀，还要怎么坦白？哦，我希望听到爸爸这首歌的人都有一个 good sweet dream。好的，好，下面就由我们的 Joe Alier 来发表一下今晚的感言总结。Yeah， 今天非常开心，然后非常开心，非常开心。好的，下一位。然后对的，然后呢，非常高兴今天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唱我们的歌，然后也希望，因为明天你们就可以在腾讯视频搜索黑怕女孩，就可以看我们今天的，就是可以在站内搜索，然后进行我们一个今天 live house， 这不叫 live house， 今天一个 live 的观看。对的，然后就是你们可以把今天的歌听很多遍，然后背下来。对的，然后下一次要抽查，如果谁没有背下来呢，那就继续背。好的，就是每一首歌，然后所以就是也请大家明天准时的八点准时收看我们黑怕女孩。对的。哦，那么接下来邀请我们的下一位女嘉宾吉田绫音发表一下今晚的这个什么演后感言。今天很开心。很开心。明天晚上八点，黑怕女孩看看。谢谢大家， yeah， 谢谢大家。谢谢 yeah， 然后 yeah， 我的观后感言，我的演后感言就是，对，非常的开心，非常的 happy， 我们就。